何叔，我来给你送酒来了。大牛。哦，哎，王叔，你上了年纪，这酒少喝点，暖暖身子就行了。哎，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，大牛！谢谢，多来喝酒啊！恭喜，谢谢谢谢！新娘子这么多钱，多来家里喝酒啊！新娘子漂亮吗？美着呢。哎呀，这块地好着呢，多谢王掌柜。这王铺够抵债了吧？哎呦，我这大胖儿子！小声点，我好不容易哄睡了。王老爷子，下个月我一定把租子交上。王掌柜，您来了。老爷子，来尝尝我家新到的橘子。今日不守租，都忙去吧。不知不觉间，霍景已买下了这条老街的许多店铺。唉，芸芸众生，富有天地，二十余载转瞬而过，我寻找的意境究竟是什么？天道又是什么？历经岁月，我怎么越发看不清，抓不到了。王爷爷，酒我给你偷来了，我的糖呢？嗯？王爷爷，这酒好喝吗？我看你天天都在喝。哎呀，王叔，今天不能再喝了。好，就喝这一口。今天不喝了。大牛，哎，你爹怎么样了？哎，老毛病了。王爷爷，你还没和我说呢，这酒到底好不好喝呀？你王爷爷喝的不是酒，是人生。撤！哼，我倒要看看你能跑到哪儿去。王先生，救命啊！何事？慢慢讲。世子殿下，唯一我还以为来找什么人，竟只是一个凡人。徐涛逃命来寻你，你俩自是关系匪浅，索性你俩一起死吧。我本无意理会你等闲事，可你不该把我算计在内，去死吧！我的本命罗刹！你不是凡人！主子，要不要我？化凡术实在，他不配坏我心境。谁呀？大晚上吵吵！这掌柜，麻烦你找两个伙计，帮我把这人抬进我的铺子。王掌柜。
这个送给你。谢谢叔叔。以后啊，咱们就是街坊了啊。因修为所限，我还无法雕刻化神期以上的修士，但我刻下了很多我的记忆，他们似乎以这种方式又重新活了过来。下次再来，代购金子，上期小金。东面的吕掌柜要把闺女许配给你，你为啥不同意啊？叔叔有媳妇儿了。新年好，赶紧去你家看看去。说你上家里吃一口吧。王家兄弟，不忙吧？不忙，这样说吧。哎呀，这还是第一次见爽朗的曾大哥这般局促，定然是有事相求。曾大哥，坐。有什么事，您直说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不就是要寄点银子吗？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？小兔崽子，你等回家的。爹，你不好意思说，我说吧，我娘准备把旁边的铺子盘下来，把爹弄得大些，可是钱不够，想寄点银子。王家兄弟，你嫂子总说咱铺子小，所以才挣不上钱。旁边老李家的铺子不是正往外租吗？就合计着租下来。缺多少？他家铺子挺大的，一次还得交两年，需要50两银子。30两就够了。娘明明说需要80两。用不了这么多，王老弟，我只借30两就够了。曾大哥，这钱不是借你的，这里头有给大牛的压岁钱，也有我的买酒钱，从今以后每天一壶你的好酒，10年9千，很值得了。王老弟，谢谢王叔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压岁钱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哎呀，多谢你们，快起来，曾大哥。哎呀，别提什么10年8年的，以后只要你在一日，这酒啊，就每天给你送一壶来。我天天给王叔送。好。哎呀，外头天冷，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回吧。我身上400余年的煞气已然全部凝住了，若要感受天道，唯有彻底化凡，体悟凡人一世一生。若是藤化园还活着，也一定认不出这人和那个叱咤风云、满手血腥的煞星王林是同一个人。失陪了。哎，无妨，行。王叔当年说过，他是有爹娘和媳妇的。回来了。可是6年来，始终是一个人。王叔，你终于过来了。你再不过来，我就要上门请你了。给。谢谢王叔。
黄家兄弟，这是你最爱的酱牛肉，今天过年多吃点儿。哎，这牛肉下肚可少不了这口酒啊。这个是之前借你的银子，我们先还一部分。我早说过那是没酒钱，不必再还。哎呀，老弟，你是个实在人，当年没你帮忙，我们哪能有今天呢？我们一直拿你当自家人，所以哪怕每年还一点儿也是我们的心意。老曾家可从来没有占自家人便宜的道理。兄弟，王叔放心吧，虽然比不上你，但我们家生意好着呢。哎呀，来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哎呦，今年开市开得这么早，老板生意兴隆啊。哎呦，王掌柜，新年好啊。快请进。我可没银子打赏，你再热情也没用。哎呀，瞧你说的，掌柜的都吩咐了，靠窗东首第一位，永远给您留着。哎呀，王掌柜吉祥，这陈年佳酿是海淘而来，您尝尝。哎，李掌柜，今日我不是来收租的，你放心就是。哎，生意本就不好，这戏班子还一个比一个贵。您心善，要不是您去年那20两金子的救命钱，咱这戏楼啊早就关门大吉了。哎呀，这小娘子唱得好啊，把我从城北都给勾来了。是他。哪里来的叫花子，快快走开，今儿没钱啊。啊，你碰，你要敢碰我一下，我就倒这儿就不起来了。老子今天是来听戏的。今天在过年的份上给你钱了，快走吧。嗯，是真的，比金子硬啊。哎呀，还是你们掌柜的识相啊。一壶茶水。算了，王掌柜心善呢，今天就放过。嗯，多谢了啊。哎呀，若是无人指点，怕是此生无法化神。可惜，可惜哟！是你啊，前辈，新年未见，风采依旧。化凡，你居然真的化凡了！好酒！哎呀，老夫生平所见化神修士无数，但能短短数年就完全化凡者，你是第一个。嗯，不错不错，你这化凡不止皮肉相似，而且神速。小伙子，若是你能体会出意境，那么百年之内我可以保证你能化神。何为意境？哎呦，你看这人老了，肚子一饿，这记性就差了。再请我一顿饭，保管想起来的都告诉你。前辈慢慢听戏。嗯，晚辈告辞。有意思。嗯，不错嘛，原来你这几年就是在这里化凡啊。哎呀，蛟龙火珠天阴兽，哎呀，中国八爪刀兽，哎，迪伦，哎呀，你这小子真不错呀，这修魔海绝大部分的妖兽竟然都被你搬来了。哎呀，我真是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居然有如此经历。这些化神期修士以及妖兽，若非你亲身与之搏杀，断然不可能雕刻得如此神似啊。嗯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王林。哼，
前辈，晚辈这茅屋实在经不起折腾，您老还是收手吧。小子，体会一下，这就是意境。这就是老夫的癫狂之境。老夫当年也是凭借此意境化神，在此意境之下，你的灵力乃至元婴都将被意境同化，任由老夫控制。意境，原来这就是意境。前辈，为何我以前遇到的化神修士没有这所谓的意境？这个我忘了，虽说是控制了修为，但威力还是大了些。意境是化神修士命脉，他们大多将意境暗藏在杀招神通之中，不会轻易示人。以你过往修为，恐怕还不值得化神期如此对待。怎么样，我来助你化神如何？前辈为何帮我？这个嘛，我看你这些雕像不错呀。这个好，全部都给你。我要你这些低阶法宝干什么？这里面也就那些半成品，还有些看头，但我要了也没用。你看我这么英俊潇洒，英明神武，英气逼人，难道你就不心动吗？不想把我当作木雕的参考吗？可以，只是我现在修为不够，难以描摹化神修士，更别提前辈这样的世外高人了。等我化神成功，一定把前辈您的木雕做得完美一些。哎呀，好说好说，你到时候一定要把我雕刻得英俊一些啊，做上个几十一百个。到时候我就送给可爱的小娘子们。咱们得抓紧时间了。抓紧时间做什么？当然是多整几个意境让你感受感受啦，早点给我化神。一个瞬移十万里，若是元婴后期，瞬移也只有千里罢了。况且这老头还带着我一起瞬移，他的修为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哎呀，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也差了不少。这瞬移一次才区区十万脱离，真是羞愧呀！小子，你以前见过瞬移这么远的吗？没有。那你看见我老人家这么厉害，连个屁都不放啊？前辈修为，实乃晚辈生平仅见，在下佩服。那里是白云宗，走，老夫带你踢宗去。前辈，我们就这么过去？戴在头上，除非修为比你高出两个阶位，否则无法看清你的样貌。这可是我多年的存货，用完了你得还我。这草帽看似平凡，内里竟另有乾坤，这些阵法之精妙，比之上古禁制也不差。金子，给我打！四级修真国大阵，一击即破。出工不出力，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。
阵。不愧是四级修真国，随便一个门派元婴阶修士就有三十多个，为首的竟然全部都是化神级。二位无缘无故破我白云宗大阵，今日若是不把事情说明，那么就留下吧。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只是他找来的打手，你们找他啊，这找他。拥有极境的修士在整个修真联盟并不常见，而突破极境神识的方法便是修星之精。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化身，若要化身，唯有一法，化凡入世。一道凝杀的迹象，想要达到化身必须要产生一种意境，以凡人之姿度过一生，或许才能真正感受那捉摸不透的天道。煞气无法继续凝聚，是因我心情不足。这个送给你。哦，谢
哦，叔叔，我叫大牛，是对面铁具铺子的，记得来找我玩啊。爹娘，你们快看，这是对面叔叔送给我的。来，爹看看。这么精致的木雕，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兔崽子。走走走走。哎，小哥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孩子不懂事儿。这个多少钱？给他的，一块木头罢了。你是刚来的吧？对面这铺子空了也有些年头了。小哥，若是不嫌弃，过来吃口饭吧。我那儿有自酿的果子酒，比那些酒楼里的可好多了。谢谢。哎呀，这有啥可谢的呀，以后啊咱们就是街坊了啊。走，我带你进去看看。自从朱姬起辟谷之后，已经多少年没有吃过饭菜了。是不是不合口味啊？小哥，只有这粗茶淡饭见效了啊。味道很好。来，吃菜吃菜。哎呀，你刚来这个地方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要是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们说啊，街坊邻居有个照应。如果要买日用品，去东头李家，东西不错，价钱也实惠。哎，徐家的铺子呀东西贵，但是人还算厚道。听说他们家少爷近来发达，跟了世子殿下。这酿酒的手艺啊，是我们家祖传的，尝尝。好酒。来，再来，再来。王叔，这是什么动物啊？壳像乌龟，但脑袋不像。是一种叫钟骨的生物，虽然它看着笨拙，实际上凶猛无比，力大无穷。哇，听着可真厉害。王叔，我来送酒了。这是火猪，性情暴烈，八足锋利无比，不要伤着。木雕可真有意思。爹，我不想打铁，我也想学木雕。皮痒痒了是吧？打铁的锤子你都弄不明白，还想干你王叔那细致活？你这小兔崽子！不知不觉间，我在这条老街度过了一年四季。因修为所限，我还无法雕刻化神期以上的修士。不过没关系，日子还长。但我刻下了很多我的记忆。王家村的村民曾寒战过的猛兽，他们似乎以这种方式
又重新活了过来。当第四颗珠子凝聚之时，煞气便会全部消散。个个都说好，咋没一个掏钱的呢？哎，徐少爷回来探亲了。徐少爷跟了王爷，现在可真是机会啊！哎呀，你来看大牛。你先放手好不好？徐少爷，你看这些木雕绝不比周木匠的差，怎么样，买几个回家？别卖太贵啊。奇怪的感觉，我一般都只看不碰。啊，抱歉啊。不碍事。先生，这木雕雕的是什么动物？我看怎么有些像蛇。这是蛟龙，那可是神仙一流。蛟龙，这个蛟龙木雕怎么卖？哦，10两金子。啊，完蛋，到手的鸭子要飞了。谢过先生，这木雕我要了。告辞。10两金子。走，走。王爷最爱精美的雕刻，世子是个孝子，若是我把这个木雕献上，世子定然对我赞赏有加。世子殿下，徐涛有要事求见。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。世子大人，在下探亲时发现了一个木雕，此木雕若是王爷看到，定然会欣喜。好，世子不可。是个宝贝，记你一次大功。走，随我去觐见父王。今天怎么想到来看望为父了？父亲，您看。我来啊，这是。这是木雕吗？师兄，我当然知道这是木雕。我是说这木雕所刻之物。那没见过。两位仙长，此物可有什么出奇之处？修为越高，感受就越大，若是对凡人则没什么影响。此物绝非等闲木雕，上面所刻之兽与典籍中记载的蛟龙一致。你不是说你没见过吗？没见过不代表我不认识啊。这么说来，此物当真是个宝贝。来人，赏世子每人金银玉帛。世子，这木雕是从哪儿得来的？
全都是法宝。发达了，师弟，我们发达了。师兄，这地方也太邪门了。风险越大，收获越大。快冲！我。这个煞星，你完蛋喽！小爷又可以吞魂了，死掉了。一共4500两金子，拿来吧。参见前辈，晚辈是白云宗弟子，不知这些木雕是前辈所做，今日多有得罪，还望前辈海涵。4500两，有吗？前辈，灵石在下有一些，这凡人的黄金。不杀吗？怎么不杀呀？回去吧，下次再来，带够金子。你等等我。杀气小贱了。春节将至。这是世子殿下的一点心意。世子殿下说，仙长今后若有用得上的地方，南王府愿效犬马之劳。新做的吗？以前做的，这些是我的家人。武王叔，听我爹说，东面的吕掌柜要把闺女许配给你，你为啥不同意啊？他闺女我偷偷见过。长得可好看了，叔叔有媳妇儿了。啊，真的？那我怎么一整年都没看到过？他在很远的地方等我呢，终有一天，我会去找他的。